这是我房间。我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小爽了，难道你真忘记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？顾南征，我喜欢你。要不，我把昨晚的过程给你重演一遍，帮你回忆回忆。不用你帮我回忆了，我好像有点想起来了。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自己做过的事，就要负责任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好像很渣一样。难道你还不想负责了？那你要我怎么负责啊？首先，事已至此，你要负全责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恋爱关系。怎么，有意义？没有意义。其次，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夫兼男朋友，所以你得尽快对外公布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啊？怎么，你还想搞地下恋情啊？还有，你得履行女朋友的全部职责。什么职责呀？早安吻，每天都要。